XYG 惨遭让二追三，赛季四连败掉入 B 组。当比分来到2-2决胜局时，老板张大仙试图相信玄学，看完真的泪目了。一是正面，花是反面。一代表花，代表书。哇，一。花三局两胜，零啊一，好吧，是一很稳，最后一波决定胜负了，好吧，一定要是一啊，是花。我是毒奶，不用看了。在教练的层面来讲，五局三胜啊，有道理。比较敢于去操作，是今天主要是那一手猪马剑，刚才花二，然后貂蝉反，那后面就是两个一，一轮打对不对？一个海月加蒙恬加明世隐这种操作，就基本等于场上就是孤身守水花自杀五，别相信，这种感觉是一样的。硬抛硬币。